撞到了，你看撞到别人。反过来看一下，看一眼。走了。姿势不好拍，他要拍我了，自拍自拍。为了安抚孤单的我们的七七，我们来逗他玩了，百万飞行皮出动了。他想拍我，他准备了，对对，快拍他。老师快拍他，今天很无语的样子，给你比心哟，没看到吧，他想咱小七七一个人在前头太孤单了，就过来跟他玩一会儿。快来！擦擦镜头还不拍了，怎么还嫌弃我们呢？快来呀！你怎么不？我好孤单呀！稀古怪的模样，哎，一个个装起来了。有什么意思？你在干嘛？我们一个人在一起，他要宣誓吗？开我们发布会，这啥也不是。他穿裤子了，这是你这太快宣誓吗？宣誓一个人在前面好像很寂寞，有什么意思？你不要做错，前面的所有人里面只有宣誓一个人好看。周三用奇怪的眼神看着你，周三用奇怪的眼神看着你。别唱了，太难听了。这个时候，我需要给张默慧一个特写。
最好的七七，哦哦，七七今天辛苦了。我怎么不知道我的飞行棋？大姐不行，对对，大姐，你长得有点好看，这个刘海黄的就很传神。谢谢心爱的，谢谢心爱的，大姐，你长得很好看，嗯、加油吧，女孩。谢谢心爱的。还没找到，我说还要再往这边偏一点，往下，给你等。谢谢心爱的，真是太可爱。谢谢心爱的，拿着，传过去。哦，没人说一句话啊。哦，大家好，我是飞行棋。大家好，我是百万磁铁。传给谁啊？他呀，他都睡成这样了。你好，你是什么？你是百万磁铁还是百万飞行棋？这还挺好看的，说实话。圆圆，我有点讨厌你了，但是我又有点喜欢。加油吧，女孩。加油吧，女孩！大姐，我有点讨厌你，有点可爱。加油吧，女孩！谢谢心爱的，我有点讨厌你了。不，我是特别讨厌你，但是我又有点喜欢你了。我该怎么办？给大家看一下，现在黄轩棋啊，我是飞行棋，我是百万飞行，我是百万飞行棋，我要守护最好的机器。你们俩可以演一个小尬剧吗？不要看，我不讨厌。哎，为什么黄轩心爱的？不是，为什么他的脸这么白，脸那么黑啊？谁说的？真的？光打我真的。真的，他比你白一整圈。这是主角光环吗？没有，可能这就是主角光环。没有啦。好，是这样的。就由于最近，你可以不要抢一姐的镜吗？请你注意一点自己的素质，谢谢。谢谢心爱的，谢谢心爱的，祝你永葆青春。谢谢心爱的，谢谢心爱的，谢谢心爱的。最近有什么想法吗？想让我的百万飞行早日变成千万飞行。不应该换衣服。我希望让我们所有北方粉丝都拥有。快去呀，黄岩琪！快去呀，黄岩琪！没有人陪你。可惜我们不是 top， 我们不能陪。怎么？你再说一遍。可惜我们不是 top 48，我们不能陪。再见，轩琪！再见，轩琪！轩琪再见。孤独的小背影。